小伙伴们，今天弄的肥肠、腰子、心子、肚子、肝子，今天准备弄一盘肉，猪杂火锅。小伙伴没见过的，先点赞后观看，今天给你看一看。把那食材处理一盘肉，特别肉腰烧一定要去干净，不然管吃起烧得很。洗干净下锅煮一盘肉，老姜来一盘肉，葱来一盘肉，香料来一盘肉，花椒来一盘肉，料酒来一盘肉，干辣椒来一盘肉，汤熬好后放入锅里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葱姜蒜，郫县豆瓣来一盘肉，花椒来一盘肉，香料来一盘肉，干辣椒来一盘肉，这锅原汤弄下去煮火锅。火锅料先熬到，我把菜给切一盘肉，肚子给切成条条。这么大烧鸡肉，今天吃巴适。这还有猪肝和腰子，切点的。水开锅后，放肉下下去给煮一盘肉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葱来一盘肉，香菜来一盘肉，折耳根来一盘肉，香蕉来一盘肉，醋来一盘肉，香油来一盘肉，酱油来一盘肉，红油来一盘肉。切好的肝子、腰子，再给煮一盘肉，马上开吃。很多老铁问我吃这么好哪里来的钱，我是把家里的闲置手机拿去找靓机 APP 上换来的，现在平台拿出10亿补贴，好坏全收，最高能卖10000，快试试你的手机能卖多少。肝子和腰子烫一盘肉就可以吃了，来点一筷子，加上我们的秘密佐料，巴适。味道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集中点，小伙伴们在屋里弄的时候一定要多请几个人来，这样就有人帮你洗肥肠了。